沈淑萍的锡纸烫包包，金山的仔仔。难怪妈妈看的都是直接一脚给踢开了，这般的脏脏包确实下不了口雕呀，浑身都滚上泥巴还好，但是这种看起来湿漉漉还黏糊糊的感觉确实会有一些糟妈嫌。快回去让奶爸奶妈给自己洗白白吧，金山妈妈就会来亲亲抱抱举高高了。这也是沈淑萍的一家三口，潘月妈妈和她的两个崽崽。潘月和蕊蕊好像都是第一次当妈妈，之前看到蕊蕊是一手举一个一手拖一个，两个崽崽都教得特别好，都是爬树的小学霸呢。潘月这里看到崽崽要摔下来了，赶紧上去救，但是还是没有来得及接住，崽崽自己掉下去了，还把下面的另外一个崽给吓了一大跳。不知道为什么潘月下来之后就把刚才爬树摔到的这个崽崽给拖走了，这是因为没有在妈妈的指导下爬树，所以给摔跤了。潘月妈妈这是要拖过来教育一番吗？